Conference。今年的疫情呢相当多元，包含我们的部署工具、城市设计、资讯安全、金融系统等等的主题。然后呢，我们今天的整个活动议程呢更会聚焦在我们的 PHP Framework 的介绍。那在这边呢，还是继续提醒各位，请将手机调整为静音或者是震动。那在 PHP 的部分呢，还请大家关掉，以免影响现场的讯号。那接下来呢，就是我们要感谢一些热情的厂商，但赞助我们的活动，包含易客、土豹网、游戏基地等单位对我们活动的支持，以及行政院国科会、中研院自创中心以及 Open 方学等单位帮助我们现场张罗活动的场。